然后上了。走，看你送还是让你带着垫，垫着30套给它带着带上头。对，往这边走，哦，反上反后哈。让它串窄点，窄点松开。那个脚从这憋下去。不用，我信号没那么费劲。是往那边拧吗？有点往这边拧。啊，好，没往上拧，我看一下。把这靠再拧下来，没用的，暂时拧下来。对，然后把这个上上，把下面那个摘下来。把下面那个，这上里头，一会儿跟一块儿演示。现在换型号了，我那意思让你把下边给塞下来，然后三上一个上面给放一个30的，来吧，来点。对，放30的。我得照一下三十，然后明白嘛意思。行。啊，然后放里头吧。对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下边这样，对，紧哈。不行啊，所有这些都一次这么着。哎，刚拿出来那是干嘛的呢？因为它这块不够了，拿出来就没用了。哦，它这块放进去再放这套拧往上磨啊，这都给它背着没事儿。它这个距离放它这么大套去了都是意思，不用放了。捏不着事儿哈。捏不着事，它这围着嘛呢，围着就紧上劲儿就是，这都停了，先别紧一会儿，还卸下来了，一会儿演示一下都对了。行，那就行了呗。就这意思。